的，就是大家要动作，有没有？就是有律动这样子，对对对，没错的，这样子，好了，但是，好好。就是嗨起来就是了。有哪个社你要跳全武山吗？郭美宇，等一下，不要这么多的。然后你们不要，好像很不熟，大家近一点，然后要可以这样子，太夸张了，极限蛮不熟。跳，好，OK， 来吧，加油，来吧。开始了。我们要上课睡觉，下课尿尿，开学第一天怎么能不迟到？都上课睡觉，下课尿尿，开学第一天怎么能不迟到？营养午餐真难吃，吃了变胖，执行动力丧失，毫无生机，营养午餐假期，迟到自习。我们都上课睡觉，下课尿尿，开学第一天怎么能不迟到？都上课睡觉，下课尿尿，开学第一天怎么能不迟到？我想说前两段安静，结果我想说OK， 就两次。但是不是要再嗨？再一次，主要就副歌好不好？刚刚很瘦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是副歌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上课睡觉的时候，大家就很嗨这样子。好。我们的表情就很囧。不要很囧，会在 YouTube 上面看到，不要很囧，千万不要。如果你会唱，就跟着一起唱。好 ，OK。好，来哦。来吧。好，来哦，准备哦，倒数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我们都上课睡觉，下课尿尿，开学第一天怎么能不迟到？都上课睡觉，下课尿尿，开学第一天怎么能不迟到？他的气质就像对于别人比不上，带到休息，大家可以到阴影里面休息一下，休息。看一下，热腾腾。三胜，你要过来看啊！对啊，真的很热。看。蹲着是好的，对啊，但是到时候颜色要，我们的颜色，因为这边的比较亮，就那个哦，那个不用担心了，我知道，因为反正太弱导嘛，对啊，你通常有套 log 吗？还是你有套 log 的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就拍 raw 啊，对啊，回去再用，对啊，回去再套。好 ，OK， 可以的。好，那我们这边还要拍什么？校园。他就2000场看的、那個。哦，那是他一个人吗？还是我们要先拍？我们先拍有同学的男同学，然后让女同学先回去。好，然后男同学要几个人？小便斗刚刚有几個？我觉得不要，小便斗三个，三个。那所以我要找两个男同学。我觉得三个男同学，三个男同学好，你去找男，然后其他人可以先回去休息。那个，然后我带你们去。三个男生去拍下课尿尿，然后其他人回去。他的讲解吗？可以，明确明确。迟到，大家来迟到。你就是在外面。
点就像大胆，怎么都不迟到？到外面了，你们等一下。那我要在哪儿？我要在这儿吗？我觉得你从背后背拍，我们外面一下。我们可以出去到外面一下，到门口一下。谢谢谢谢。啊，我以为是正面的。我等下面的正面好开吗？你知道这个门要开吗？没有不用。还是要在那个啊，我们拍多一点角度嘛，对不对？这里跟。两个啊，都拍啊。两个你都拍。我想要看到这样子正面，然后背面是学校。对。好啊。往大海走。我就是怎么能不迟到？太前面了。对，你就当做你现在迟到，你会怎么样？然后就很像是在讲怎么能不迟到？哦，你要这一面啊。那我还是出去，你还是出去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那他们后面要清场吗？会不会拍到？不会，哎、欸，后面要清场吗？应该是还好，学校有人。没关系，我待会看看，要清场再说，对。哎，后面要，后面有要清场吗？还是就校园没差？好啊，那就来吧，那就正面好了。你要正一面的话，他可能要背对吧？逻辑上是不是要背对？不用背对吧，他不是，我不确定你要干嘛、啊、他现在就是迟到，就是我怎么能不迟到这样子，看看你想要，其实都可以，我觉得都合理，我觉得都合理，不然你就先正面，爸爸来正面，我们先再往前一点，这应该不用音乐吧可以，我去做决定。我觉得铁门嘛，来，我们就是仰天长啸，怎么能不迟到？这样子，这样，没有很亮，不要遮住，你手也就是硬做完。怎么能不迟到？这样，怎么能不迟到？或者是你把帽子反戴，你现在会太亮，对不对？这样，对，你把帽子正戴。让你抬头看看，怎么能不迟到？对，就是你怎么能不迟到？这个概念，对这个概念。好啊，那就来一个啊，来一个、啊，来哦，来，倒数哦，准备，3、4、3、2，怎么能不迟到？拍子是对的哦。我再拉就好了。还是要拍一个，他从这样跑过来，然后就是你知道开学第一天，然后就跑过来，然后那个不是比较夸张的。跑过来的话，这一个先搞定啊，这一个。搞定，我先把这搞定。再一次，等一下，帽子戴。好，来哦。然后准备倒数5、4、3、2。怎么能不迟到？但是也不够夸张。对，你手再开一点。